怎么有点好看？就是初三的早上。做菜，要紧嘞。哦，我要教伊耍一个游戏。然后等下吼，你要跟我食袂哦？你要跟我食袂哦？啊，算了，你跟我食袂哦？你跟我食袂紧，紧嘞，因为飞起来。等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哈哈！再来做了，你要跟我食袂哦？你要跟我食袂？我跟做了，来哦。好 OK， 好 OK OK。你等下跟我吃未啊？我奶奶在炒菜，你跟我吃未？我在吃嘛，我在吃。我会当，我会当。看你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我们过年的开头就是我们的大厨又在开始炒菜菜。还有这桌在预备。啊，那个二厨暂时在顾小孩，我们看一下。你好，嗨，嗨，啊，他可以看到自己吗？看得到。他怎么在那边讲话？好，然后其他人去换刮刮乐了。这是那个刚睡醒的人。我在来，你先听。我们辛苦的大长辈来，忙得无用。你有啥物话要讲？啊，你今仔是红记记哦。哦，水哦，水。好，莫个差。啊，不，你讲些吉祥话，你讲过年要讲的话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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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逆光，逆光来出逆光啊！来，请讲十句吉祥话。哎呦，阿旺姐该马赛克了。哎，这个是刚睡醒的第二个人。十句吉祥话。大家恭喜。大家恭喜，外婚。哎，成功呢！啊！你说恭喜恭喜。哎，走起啊！好嘞。抓到偷喝饮料，偷喝饮料，阿瑞 B 赞，你 B 赞，赞赞啊！帅哥许下，啊呀，金鱼，阿你先亲嘞，先亲。你们自己有一个没？嗯。哎呦喂！说掉。嗯。啊！啊！你找我现在找我这样子。嗯。来啦！来啦！来啦！你打你家的，你看到自己了。哎呦！初三照样刮刮乐。三。啊，请叫小姑啊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在这里。啊，无照的，拢无照的。哎呦，我比阿瑞较悬无？阿瑞来，阿瑞来看，阿瑞，啊，比你较悬，你看，啊，好来，爸爸讲吉祥话。
吉祥话，无啥物吉祥话。新年快乐，共产。新年快乐，祖国都要赢。嘿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龙腾吉祥哦，鱼跃龙门哦，好，你都发财。这个就是暑假，不是暑假，那个初六开工，他们就要开学，然后到现在寒假作业还在这里，还要请求学霸姐姐啦，啊，结果学霸姐姐请求她的学霸男友啦。我不是学霸，谢谢。各位看一下，那 每次过年齁都是差不多的菜，像这个如果有认真看就知道，这个是菜菜炒虾虾啊，这个就是虾虾炒菜菜，还有那个什么偷吃虾的，看一下这个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一场。哎，哦，虾虾，首先你的首先啊，我又有了啊，这是什么腊肉吗？是猪肉哦，是猪肉，不好意思，是烤了，只要不在猪本啊。OK。你看，他们每年上战场就这样。哎。那个叫蛋花，蛋花吗？哎哎 ，OK。每年拢是这个猪价。赞不？赞不？你家己感觉赞不？赞。赞哦，好说赞。好说赞。下面汤啊。排骨蛋挞 ，Hello。我觉得刚才有点腼腆。哎。辛苦了，辛苦啦！这个要给那个我们那个对辛苦上班的那一位大姐姐的饭啊！啊，你看他那个大厨还要摆盘，我都傻眼了，我傻眼。今天我够丰盛的嘞。拍下你们那个母女，你们母女在厨房忙。哎，看我，看我，妈，耶，耶耶，阿多耶耶 ，OK OK。午餐时间，初三午餐时间。阿妈耍小弟哦，你耍小弟哦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突然间要开始觅食？咬到，中刀不定真假。开走嘞！福利先生。开走嘞！对，这个桌子准备就绪。哎，错进来啦！你爸爸。哎呦！哎，问那个小瑞宝在干嘛？怎么啦？你个喂鹅啊？鹅啦！喂鹅呀，中进去了。我喂鹅啊。哈哈哈！哦，白了。这里面好像有一位同学。OK， 谢了。悄悄，哦，悄哎，他们说五点开火，所以4:55的时候，那个黑炭先放下去，用我们的昭明大师，那个的职业，对，没有昭明大师放黑炭，阿歹文艺大师一开火。这个有他自己的技巧哦，看一下。OK。好，五点准时开火。来，文艺大师开火，文艺大师。OK。然后，我们是守时的，五点。
两位大师开火成功。厉害厉害的大师。开火成功。嗨，阿六嗨。哦，那么厉害，帅哥上。要下来，要下来了。哎，盖下来，盖下来，盖下来。好赞！哎呀，阿哥姐啦，阿娘喂，你是去对啦，你是抓个胜啦，你去帮阿恒哦。超好笑，我穿这样，然后推着一个宝宝，路上的人想说，但是单亲妈妈是别去对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吴家四姐妹。耶耶。好，五点半，好，三十一分了，不好意思，开始考。你的包包啊？第一个香肠。这好乖乖，我。快点，快点。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烤肉的食材。这是什么虾？虾哦。哦，泰国虾。今天用个亏呢。这是什么啊？嗯，好，我们看，有个蛤蟆，米蟹。好嘞，OK， 自己看 ，OK， 那有鳗鱼片，哦 ，OK， 对，加水嘞，哦，哦，这个肉，猪肉跟鸡肉，牛肉，还有牛肉，然后香肠，榴莲，对，榴莲，啊，这是榴莲啊，我说那是玉米嘞，就榴莲，榴莲。没有夯啦，榴莲没有夯啊，是吃的。啊，你要吃是。我女朋友爱加。啊，你女朋友爱加。哇！这些人在那里围观，知道人家有多少的压力哈、啊。花姐，花姐，他们在等吃。对啊，等吃等一堆，压力有够大呢。看一下。Oh my god， 是大灯吗 ？Yes。他怎么那么胖啊？这是金甲的。我妈跟爸爸说，他们不能找主持人。我好像丢包呢。我好像丢了。Hello。嗨。你有可爱吗？有没有可爱？酷酷的。呀呀。啊，对龙对龙。要哎。哦。没什么反应。OK， 最后两位，啊，干完没有？你，好了，合体了。那分享一下下班就可以吃到烤肉的感想是什么？没有感想，我只是很干阿麦。啊？什么干阿麦？哎，阿麦来哔哔哔。八点准时收工。收工啊，收工。贝贝看吗？是爱贝看。好 ，OK。哎呦，太用劲了！啊，怎么采访？请问一下，你是？因为有无？我是中央公安鱼缸啊。中央公安有特别八大话有无？汤汤毛姐啊。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林火杰，这么多人啊，张博洋都来。干不呀？啊，乡亲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好 ，OK， 你上镜了，你成功吸引了大家注意。
这是怎样？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对齐。走不开，兄弟。哦，对。你别天天往头外甩。你要看嘞，脱掉嘞，脱掉嘞。说吧，说吧。你吹的凉凉啊？你要看看，你要看看，进来，进来。你看开始你的表演。哦，紧靠！我错了，姐夫怎么说？早安，看我一下。大年初四，初四的早上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潮州，潮州哪里？好，拜拜。下个红绿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怎样？好难得我们三勾在一起了，没有陈一伟。啊，你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想要找一下。我叫英慈共姐，你就叫英慈。你要看一下镜头。我们到喽，潮州铁道园区。好，他们临时起意说要开始用棉花糖自助的。哈哈。哥哥，哥哥在做一个，龙。哈哈，真。我不要找外面啊，外面。哥已经起我起，啊，你不要生，我直接回家，不用去，可以更快。好啦，阿卡空爷爷，你不要打掉伊啦。无啦，你是爱做很多，安尼更，嘿，对，左右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斤尔啦，得两斤啦，你怎么玩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呀，这是啥话啦？哎，忙个哟。阿瑞问好。我们来了。
这是厨师的午餐，看一下我这桌的各位，还有恩恩，恩恩在这里睡觉，他这个角度很像黄子睿，猪猪猪猪猪猪。好，你快哭哭快哭哭！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啥？就对我。你老师哎。我七点了。哦，然后再还有。下午场的牛牛。来，我高点嘛，高点，高点。你高点。哎，又对我哎。我七点。我是恁两个对分啊。我没，我没快点。啊，老师也喊你对分。来了，我们的阿嬷出手了，看见哦，提起阿嬷，好赞，脾气疼赞，哦阿嬷赞加白，大厨啦，他坚持自己要回来做啦，做他最拿手的蒸蛋，还有很多呢，够干干杯啊，好啊，现在是先蒸蛋而已 ，OK。啊，你叫人，啊你叫人，啊咱上煮的呀。好，这叫什么汤？鱼翅鸡肉汤啊！鱼翅鸡肉汤。牛骨鱼翅鸡肉汤。牛骨鱼翅鸡肉汤，赞！阿妈赞！赞！赞！哇！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安尼。我别看 ，OK。呼！呼！他我们家有三厨啦，三个啦。三厨。啊，这是二厨啊，阿改另外一间厨的大厨啊，我阿妈是煮阿爸呀，伊叫老焦。帅。哦。初四的晚餐，有过丰盛的啦。你可以叫吗？好，过年，到此结束。我明天的啦。啊，我的影片到此结束了，还有是不是？好，拜拜喽。刚刚啊，刚刚讲十句呢。怎么样？十句呢？都十句哦。哎，可是这个切起来是小块的，那么小块的。这么小啊？你要切？这么小哦？一点的呢？那怎么切它？对。干嘛？你敢摕我的？哎呀，我拿了呢，得几了？哎呀，我中拿了洗漱品啦。你都是切切肉块了安尼？无啦，这不是，我只是帮伊录者尔。不记得过。帅哥。你卡个咧啦？哎哎耶，你啦？如果如果，你无讲经过几千几百，迄个阿姐一块无用着。好，再来唱首新。恩恩，你应该是跟伊男朋友、跟伊女朋友在讲话呗？恩恩。